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呢度咧就系、是、一个路边嘅公园。咁其实雪梨咧虽然系即系澳洲差唔多叫最大城市啦，但系咧真系周围都系公园啊、树啊，所以其实即系我哋香港背景嚟嘅咧，即系香港当然都有郊野公园啦，或者都尽量绿化啦，但系。真係比唔上雪梨依邊咧，咁啊，同埋雪梨依邊咧，成日都有即係陽光啦，咁好似今日咁咧，非常之靚。我同大家望一望啦嚇，嗱，咁其實咧，我車啊泊咗喺後邊，咁啊行過呢度，咁見到咦入咗嚟喎咁樣，咁啊就你睇下個公園真係非常之大，咁呢邊咧即係行落嚟啦。看看我後面，其實呢後面那裡就是一個土地滾球club，你看這個公園是很深，有人在打坐，很深，所以就靜一靜，靜下來，因為就很忙，真的很忙，昨天連續三堂聚會，跟住晏晝同埋晚黑都有兩個唔同嘅讀書會，咁所以咧，即系就搞到咁啦，嚇就讀少一片啦。咁我今日就想講一講咧，張林琪啊。咁其實張林琪咧，即系 Advent 咧，係即系 Advent 係教會年曆嘅開始嚟嘅。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因為我自己嗰個嘅教會嘅成長啊，係一啲福音堂嘅成長。咁福音堂嘅成長係咩咧？即係福音堂咧就嗰啲聚會咧，即係比較簡單嘅嚇。其實連唱詩都未必係即係好重視咯。即係我係叫領詩嘅，唔係叫詩歌敬拜啦。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一唱完詩。是沒有其他秩序的，就落講道了，講完道報告散會就是這麼多。即是當然有祈禱啦，講道前祈禱這樣啦。而我們那時候的聖餐呢，就我們叫做擘餅聚會，即是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呢，就擘餅啊、飲杯啊這樣。我們是每個禮拜呢，在崇拜之前一個鐘頭就抹餅嘅，淨係嗰啲受咗洗嘅人咧，就另外一個獨立嘅聚會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做法係唔同啦。跟住完咗崇拜，散咗會，招呼下啲新朋友啊咁樣。有陣時咧，即係負責新朋友嘅，咁就繼續有個聚會啦，俾新朋友啦。但係如果唔係咧，就全民皆查經嘅嚇，即係所有弟兄姊妹去查經咁樣嘅。我係咁樣成長嘅嚇。咁而福音堂咧，因為佢係比較講係重視神嘅説話啦，佢係比較講關於講道啦，重視。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即係崇拜就變咗講道啊。咁以講道為主，而嗰個教會年曆呢啲咧就完全唔強調嘅嚇，個傳統咧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啊，張林琪呢一類啊嚇，成個教會年曆啊，其實我哋就唔係話好即係唔識，包括亦都就算後來知道，咁我侍奉嘅教會亦都唔係話好強調呢啲，咁所以咧就唔係咁重視咯嚇。咁啊錄下影咧就覺得有啲曬同埋有啲嘈，啱啱有一個人經過，所以咧我就轉一轉位。咁大家睇到咧，即係後面呢度咧有張凳咁樣啦嚇。咁呢個地方咧，即係應該咧就有啲人咧，即係不嬲喺度即係喺度休息啊咁樣嚇。咁嗰邊咧，後邊咧就有個公園啦，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啦。所以好長嘅呢個公園嚇，好闊嘅草地，係啊咁樣。好，我繼續錄，坐低翻先。好，揾一个位冇咁背光嘅，系啦，咁就亦都定住喺度啦吓。我记得有一次咧，就
架機冇定住喺度咧，我揸住咁樣咧，錄完之後咧，其實咧就非常之即係發覺嗰條片咧係咁震啊！唔好意思啊，而家咁樣好啲啦，係咪嚇？咁我講埋張林琪啦嚇，咁嗰個背景，因為我自己唔係一個做開即係有一個信主嘅時候有一個習慣，就係會體會教會唔同嘅年歷啊，個敏鋭感好低嚇，甚至我哋教會慶祝聖誕咧，我哋都唔係叫慶祝聖誕嘅嚇，我哋通常聖誕節就係搞佈道會咯嚇，即係復活節又係搞佈道會咯，所以即係有陣時去思想聖誕嗰個意義咧，就喺講道噶啦嚇，或者有啲唱詩咁樣咁，但係我哋又冇插花，即係去表達。即係每一個嘅崇拜嚇，插花嗰度表達啲意義啦。因為如果禮儀教會咧，就會有唔同嘅顏色啊。咁我嗰陣時都即係買嗰個 handbook 咧，係講成個教會年歷嚇。如果即係正式嘅禮儀教會咧，係每一個插花，每一個即係禮拜嘅顏色嚇，都係唔同嘅。咁我冇咁嘅背景咧，咁我自己都係睇翻啲資料啦嚇。咁我可能講得唔係咁深入啊。不過咧，我覺得張林琪咧依個意義咧都係係好好嘅，即係個提醒嚟嘅。即係有陣時候去聖誕，咁聖誕已經變成係一個好商業化嚇、啊，即係信徒都係即係開 party 咁樣啦嚇。咁、啊、其實聖誕係即係耶穌降生啦，啊係好重要係咪？係嘛？即係耶穌係。因為佢係神嚟嘅，咁啊從天嚟到呢個世間，咁所以咧，張臨期咧就係點為之張臨咧？將會要來臨咧，來臨啲乜嘢咧？就係、是、耶穌基督嘅來臨，即係我諗係一種屬靈嘅意義咯。即係依家講翻轉頭啊，如果耶穌基督會來臨嚇，咁、啊、呢個世界其實係等候緊。喺即係個黑暗嘅情況下啊，去等候緊呢位基督係作為世界之光嚟到呢個世界，所以張林琪就會係一種盼望嘅信息啦，亦都係一種受苦嘅人啊，或者係一啲喺黑暗裏邊嘅人啊，被掳啊，受壓制啊，等候耶穌基督呢一個嘅信息。咁當然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咧，亦都係講咧佢係嗰個嘅光嚇，同埋咧佢係即係嚟到呢個世界咧去 take care 呢啲咁嘅人。咁所以咧，其實張林琪嘅意義咧就會特別係有呢個嘅意識，等候耶穌基督降世嚇，預備人嘅心嚟到去到聖誕咧，去慶祝耶穌真係嚟咗啦咁樣嚇。咁而張林琪當佢係等候基督，咁你話？去翻當時2000多年前嘅點樣嚟到等候基督啊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如果喺呢一個層面咧，比較即係我覺得有啲難嘅嚇，因為我喺度想像咧，其實耶穌嚟咧，即係你話啲猶太人去等候基督咧，佢等候尼賽亞，一來佢耶穌嚟咗，佢都唔覺嗰個係佢所等候尼賽亞啊。同埋佢哋即係等咗好耐啊，咁變咗咧，其實嗰個耶穌降生嘅時代咧，好 mix 噶，其實嚇，即係各人咧有各人嘅盤算，亦都係比較某個程度係太平啲嘅時間嚟嘅嚇。咁當然有佢嘅黑暗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耶穌嚟咧，係可以話係有少少，即係如果我代入喺當時咧，有少少突然嘅嚇，即係。原來嚟咗基督都認唔出嗰個基督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張林琪佢有個好嘅意義嘅，咁但係喺呢個層面咧，亦都可能係我自己咧，唔係即係一個張林琪嘅即係嘅一個節期好敏鋭咧，我唔係話好代入啊，啲好老實。咁但係張林琪咧，佢就因為係有個等候基督嘅一個意識。所以咧，佢將個等候基督咧，佢引申到咧，就係依家我哋等候基督再來嘅，即係依個世代都係黑暗，等候基督即係第二次嚟啊，即係再來啊。
不要讲第二次再来啊，是再来或者是基督再临或者是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即是耶稣基督他降生成人去经历他一生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是第一次。咁跟住第二次嚟，咁基督嘅再来，咁所以咧，张林期就变咗有种将来啊嘛，咁就特别讲盼望咯，咁所以即系张林期佢系由十二月开始嘅，咁譬如话十二月底就系圣诞节啦，咁张林期佢就会系有连续几个礼拜嘅主日咧去预备啦，咁有即係唔同嘅主日，可能係有唔同嘅蠟燭去點起嚟啊。咁好明顯啦，即係福音堂嗰啲係唔會點蠟燭噶嘛，係咪？但係禮儀教會咧就好重視即係嗰個意義啦，即係會點蠟燭啦嚇。咁其實都係好嘅嚇。咁每個蠟燭喺唔同嘅主日有唔同嘅意義嚇。咁譬如話咧盼望嘅。即係第一個禮拜係盼望啦，第二個禮拜我唔係好記得嚇，跟住就有一個禮拜係喜樂啦，有一個最尾個禮拜咧就係和平啦，咁樣即係去到最尾嘅禮拜就好近耶穌嚟嘅時間，耶穌嚟係一個和平之君啊，平安夜啊嚇，咁好多講張林期咧都會講個平安夜嘅詩歌啦，即係嗰種。等待耶穌的來臨啊，嗰種安靜啊，即係耶穌降生啊嘛，係嘛啊，亦都係嗰種嘅黑暗啊嘛嚇，咁樣咁所以咧，啲資料咧，大家亦都可以睇即係喺網上邊好容易揾到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張林期，其實我覺得即係幾個 point 咯，就係你去喺聖誕嚟之前咧，其實係某個程度咧。就是將它即搞翻正一個屬靈的等候啊，咁亦都咧去提示我哋現在嘅世代的黑暗啊，亦都咧即係我哋應該嗰個等候是一種盼望，去到一個高峰咧係一個喜樂啊，以及咧一個嘅平安啊。咁其實呢啲嘅 message 我成日都提咯，咁但係當教會年曆啊、節期啊。或者張林期啊，呢啲咧就會幫我哋去思考嚇，更加去準備我哋嘅心咧，去迎接、去預備。咁老實講，即係其實我哋教會我哋嘅主任牧師都想我哋講到咧係如果我哋係擲張林期嘅，即係前嗰幾個禮拜咧，可以去講下啦。咁但係因為嗰個系統性唔係好高，以往亦都我哋教會係冇慶祝張林期，因為即係冇預備張林期呢個信息，因為咧即係播道會咧就都係福音派嚇，咁但係播道會好明顯唔係禮儀教會啦嚇，其實佢係接近即係嗰啲嘅我以前嗰啲方堂嗰啲接近啲，但係又唔係完全係，即係播道會喺個中間嗰度。咁我自己就我琴日講到啦，咁琴日講到有一個洗禮嘅主日喎，即係個水禮主日啊。咁因為教會今年因為疫情緣故咧，就即係我哋廣東話堂咧就唔做浸禮啦，全部水禮就喺嗰個崇拜裏面去做。咁所以咧就三個崇拜，我講三堂道，咁亦都有水禮。咁所以其實我講到講咗25分鐘嘅啫嚇，咁你可以睇翻錄影啦，去我哋播道會靈福堂嗰度睇啊。咁而咧，即係我講緊路加福音嘅，咁我又講到去第六章耶穌揀選門徒，咁我都諗緊即係究竟我講唔講張林期嘅信息咧？但係咧就變咗回帶嘅，係咪啊？即係其實我講咗啦，因為我一開始我係依家講到第15講。我第二三講嗰陣時候就講到耶穌嘅降生嘛，路加福音嗰個 timeline。咁所以咧就其實嗰啲聖誕嘅信息，張林期嗰種嘅信息咧，就如果我係要講咧，我就要特登去改換我個講章啦，或者即係將我都試過嘅，即係譬如我講一卷書咧，我唔係按嗰個聖經嘅次序，咁但係如果要講張林期是一種再來啊，咁樣可能是
要講後啲咯喎，嗰啲經文嚇，或者要講前啲噶咯喎，咁但係琴日就正係水禮，咁所以水禮揀選十二門徒嗰個經文，我覺得就啱啲，所以我最後都決定都係唔係講張林琪嘅信息嚇。咁如果有人即係問到啊，點解我琴日講嘅信息，其實大家都唔會有質疑，因為我係循次序咁樣去嘅。咁不過即係其實牧師都想我哋講下張林琪嘅信息，但係我就最後決定就講咗門徒嘅信息，因為我哋都係教會講緊門徒訓練嘅教會，咁啊即係門徒嘅訓練嘅信息咧就多講啲，都冇乜問題嚇。而且十二門徒嗰個信息，我覺得係比較配合嚇。咁即係交代一下我依件事啦，咁亦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張林琪啦。咁有好多不同的反思，我看到有不同的牧師啦，或者一些作者或者你是search啊啲 tube 咧，都會有即係俾我哋去有啲反思啊，甚至以前我侍奉的播道會窩福堂佢哋都有一份即係張林琪嘅靈修資料咧，你係可以喺網上邊揾得到嘅，喺窩福堂嘅網頁啊。咁只不過我心底裏邊咧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唔係依個背景咧，即係張林琪的信息咧，其實我發覺對我嚟講，幾時都需要咧有個盼望咯。依家係嘛？幾時都體會到咧依個世界好黑暗咯。啊，幾時咧都需要咧即係等候咯。所以即係我唔係否定教會嘅年齡啊。咁但係其實好多信息都有時我會覺得即係教會年齡嘅好處，亦都有時係佢嘅限制，即係年年都是要講呢啲咁樣嘅，好似嚇咁啊咁其實咧我自己科音堂背景咧就有少少嗰啲叫咩啊，按聖靈感動嚇嗰、那個講員嚇講啲乜嘢嘅題目，佢按聖靈感動，但係有時亦都有啲講員冇規劃嘅，佢講到佢真係佢當然啦，我唔會質疑佢按聖靈感動啦，咁但係嗰個問題佢選材咧有時都。當不是很有規劃的時候呢我覺得不是那麼理想的、就是如果各個講員都是這樣呢就有些是 miss 了的、因為始終你那個雖然你有不同的講員有時候有講道但是、即你那個宗派那些講你請那些講員就是傾向去講某一類的道嘛、啊、還有、就是、我們所謂釋經講道呢是不是只是那一次講到去釋經，當然次次都要的，但是呢是通常呢是按住即是一卷書這樣去呢，那種釋經講到呢對會友啦，對於解釋啦，其實都是比較好的，所以我近年我就全部都是這樣規劃，即是一卷書，尤其是來了澳洲我已經講了即是兩卷書，那我接下來是即係兩個 series， 跟住我依家係第三個 series 嚟嘅，嚇咁啊路加福音咪長啲嚇，咁所以依個 series 都有排講嘅，應該會講多幾年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嗰啲信息嘅有陣時你跟嗰、那個即係嗰個 struggle， 我哋傳道人去選材咧，就係、是、你嘅跟你嘅決定咗嗰個信嗰、那個書卷，咁你講嘅時候你又會講噶嘛，咁你又會講。咁如果個書卷長啲，咁當然我都可能會路加福音，我會斬開兩節嘅，即係可能講到咁上下，我會停一段時間講第二卷書，講下舊約咁樣。咁但係即係當你一路去選材，去咁樣去按住次序咧，咁就未必完全配合到啲節期咯嚇、啊。如果每次節期你都會配合咧，咁即係又有啲打斷咯。咁你就講真，我已經叫講得多噶啦，一年我講十二次啊嘛，我哋有幾個同工係咪？嚇、啊、咁一個月講一次，一年十二次咯，主要嚇。咁、啊、你一年十二堂到嘅啫喎，如果用呢個嚟到去 drive 咧，其實你再打斷一下咧，其實即係嗰個 series 就會好斷啦咁樣咯。係、啊、啦，即係講俾大家聽一啲傳道人會考慮嘅嘢啦。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即係中意我所分享嘅呢、這個即係好直接嘅一種嘅感受啦嚇。咁、啊都是即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嚇，因為拍片錄片準備都是要時間啦。咁啊，依家真係忙咗少少。咁啊，亦都係啦，希望大家 subscribe 啦、like 啦、share 啦嚇。
comment 啦，即係多啲互動啦。我發覺咧，就試下大家，即係我話啊，會唔會有直播節目啊？咁樣睇個睇嚟都冇乜用，冇機會，因為都唔夠十人去回應咁樣啊，話五十人。咁事實上即係唔做都唔緊要嚇。咁但係我會即係有陣時會想大家多啲嘅回應啦 ，even 一個 like 啊咁樣。咁其實係即係對嗰件事係有幫助咯嚇。好，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啲回應啦。好，拜拜。